中国国防部网站消息，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应询就中美两国军舰在南海相遇事表示，近期一艘正常巡逻的中国海军军舰与一艘美国军舰在南海海域相遇，在相遇过程中，中国海军军舰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了妥善处置，两国防务部门也已通过正常工作渠道通报了有关情况，进行了有效沟通。中美两军都愿加强沟通，密切协调，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努力。